我是刚刚列车等了120号，瑞芳站来了，车来了。11:11，我拍的是有列车进站。所拍的是15号新竹发车进往西湾线。哎，我的电脑。15号9:14。8:11，说白了是8107次哦，也是头程发车进由宜兰县，开往七堵的试运转列车。耶，我的8107次哦。1307 PP135 一个电头一个 PP 柱头新软列车在瑞芳站通过了，然后8101有在后面在后通代笔。好，11:13，8月10号再见，拜拜。然后来这边1814看好新竹914圈的，还有我是看好瑞芳，那拜拜。